哟，大家好，我是林道。今天这个 content 真的是很 last minute 想到的。所谓 last minute 想到的，就是你们是不是很久没看到 Yuki 唱歌了嘞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欢迎收看《超爱世界》。虽然你们看他是在影片啊，不过我真的很久没有一起同框拍东西呀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找他拍东西，因为我有东西要拿给他，然后去找他谈一些东西。那就讲看这几天如果得空的话，去他家就跟他讲一声哦。可是我心想，等一下我去弄点东西，都有经过他的家，我倒不如我今天拍这个 content， 我们来一起突击 Yuki 的家，给你们看他私。家的样子跟他平时都会在做梦，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刚一点呢。突然想到的 content 应该会有点贱嘛，不过不用紧，贱贱的我，贱贱的你们应该也是会看下去的。啊，对，你们不讲我的话质有点萌哦，现在，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啦，等一下我可能也是会问个 Yuki 啦，不过我也不懂，我弄了他。他会不会愿意帮我弄啦？老人家应该没有这么容易恼羞成怒啦。OK 啊，所以别讲多了，现在就过去来接好了 ，Let's go。哇，现在哦。动作摸嘞，是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的关系嘞，还是很久没有见到那个沙盖了、啊，还是很久没有见到那个安哥了嘞？我的这个心情很紧张，现在 on the way 现在路上哦，越要到他家，我就越有那种 feeling 哎。反正今天都要做他一单了嘛，都顺便公开他的家，给人看他的家乡去啦。OK， 来这边转左，转左了，说直走，直走啊，转右 U 顿了 ，U 顿那就跑啥呗？公开他的家，妈给他屌丝啊！我们要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不然等下做到太 over 的话，等下以后野外主持你们就不会看到我了。啊，顺便给你们讲一下，顺便 test 看一下我的观众到底有没有把我的影片看到这里啦。我要验证一下啊，9月18号就是我的生日了啦。哇，如果你们看到这边的话，留言 IG 私信给两个 Happy Birthday 啊，我都爽了。我不用你们的礼物了，我只要你们有一个祝福，我就爽了啊。一人一个赞，一个祝福。我很久没有来这一边了嘞 ，Yuki， 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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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阿翔哦，嗨，好久不见，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来，我叫什么名字？林董。啊，感动了，阿翔还记得我喂，我的帅哥翔。啊啊 ，Yuki， 今天楼上睡觉。啊，睡觉。哇，这辆车很久没有坐了喂，他在楼上睡觉。对。Yuki 在楼上睡觉，像直播间，然后做什么鬼呢？啊，他睡觉嘛，这样我们就把空间转一下喽，我们来感受啊，睡觉。他睡很久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啊。OK， 要我自己自便了啊。我现在看了两间房间，都开住门。就有一间没有开的，应该是在里面。这在里面，哇！跟人家的背影，我一看就知道是他的。这房间暗嘞，我开灯。谢谢我装备。
没有啊，我要拿东西给你，拿东西，我来找你啊。拿东西？没那个东西啊。啊？我忘记了，我要登记一下你的什么。快来我这边，别过去。梦他睡觉会很精彩，结果也蛮精彩一下。我觉得这啊，他睡觉，你拿布来拿来。喂，不要开房间，喂，喂，喂，为什么了？喂，那我们透过缝隙看Yuki冲凉。我那个蛮容易快一些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要弄你了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有意思没？我去了呗。这边可以拍得到他那边。啊。这边呢，片段子往下稍微拍到他。肯定啊。啊，肯定，我试看一下啊。还脸不理的。以后啊，我应该是在他家第一个被黑名单的人。啊，其实我要等你了啦。好彩我收掉。好啦，我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啦。完了，其实也没有很好玩哦。本节目临时想要分的就这样子。好啦，如果你们喜欢影片的话，就不要忘记订阅、赞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记得祝我生日快乐哦。拜拜。